来这边，来走。你把那个手放放好了，放好了，这是自动硬件。哎，陈总来了。哎哎，好，敲过去就到了啊。这边的啊。陈哥，陈总您好，来房间了啊。钟哥，哎，你让他们拍快点，我待会六点还得去美容院呢。行，我给你打招呼啊。嗯。志毅老师，稍微闭个眼。来，这个呢就是合同，还是跟我们之前聊的一样，60%的项目分成，然后签3年。啊，我们公司呢一般是这样，先演戏，后综艺。然后有一定人气之后再上才艺，你先看一眼合同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到时候找时间就签了啊。沈总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啊，你说。我希望公司能先预支我30万，另外非工作时间可以让我跳舞。南初啊，你现在只是一个没签约的新人啊，你觉得你提这种要求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如果拒绝，可能我就签不了了。要不这样，你跟我们韩董事长通个话，如果他要是没有意见，我这边 OK。好。南初，我可以考虑你的请求。但是条件就不能是之前谈的条件了。项目分成30%，签约10年，你能接受吗？韩董啊，我感觉这个南初好像没有什么诚心嘛。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，咱们改天再说。韩董，只要您答应，其他条件我都能接受。我知道，您当初联系我，也是因为认识我妈妈吧？当然，不过一码归一码，我对你有我的期待，有我的规划。我好奇的是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因为我有不想放弃的事情。好，欢迎加入北窑。